你什么工作呀？我是一名医生。那是什么科啊？整形医生。那你把我整成你喜欢的样子好不好？好啊。感觉怎么样？并没有什么变化呀、啊。你不是说要我整成我喜欢的样子吗？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我喜欢的样子啊。我胸怎么变大了？我喜欢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你知道心和心之近的距离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哥们儿咳嗽了，吃药没呢？吃了不管用。哎，我有办法，等着。这是泻药啊？好使，绝对管用，你放心吧。哎，效果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还真挺管用啊！一咳嗽就拉一裤裆，一咳嗽就拉一裤裆，笑得我现在都不敢咳嗽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二，该实验的设计有哪些优点？这道题有点难度，谁会？来，穿黑衣服那个女同学，你回答一下。老师，用中文还是用英文？哎呀，你用英语我听听。No. 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哥们儿，这有人不？哥们儿，没人。先生您好，这不能是自带的食品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哎，田哥，你陪我去一下超市呗。不行了，我写那发言稿呢，明天开会了。求你陪我去一下呗。哎呀，没有空，你去吧。哦，那好吧，那我不请你了。哎，你刚才说啥？我写啥了？